好，我叫试试。你觉得你自己为什么单身？有可能是因为个子比较高吧。你有多高？我有1.75米。那你对男生身高有要求吗？178以上就好了。我一个帅的，个子高的，你选哪一个？帅的。我没有原则。哎，那边有一个高的。哎，我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自己？高小哥哥，嗨。哎，你不要躲我呀！你在干什么？走路啊。OK， 你单身吗？单身。可以邀请你玩个游戏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不想告别，我觉得单身挺好的。你妈有没有催过你？我妈觉得我还小。漂亮的小姐姐哦。我觉得可以玩。你犹豫了。如果我喝多的话，你会干什么呢？帮你卸妆。现在都喝多这么搞吗？不应该都喂我喝热水。我问一个女孩子都会问的问题吧，就是我和你妈掉水里。你该怎么办？丢瓶沐浴露，你们在河里洗。你好海王啊！节约水吧。身上最大的闪光点是什么？我个子挺高的，应该貌美大长腿吧？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你会做饭吗？我不太会做饭。没有关系。女孩子我觉得就应该逛逛街，买买衣服，精致精致，美美哒。做饭这件事情交给我们男孩子。你有钱的吗？现在的男孩子戴上这个面具，然后去找他。面具好丑，没有好看。你好自恋。今天这个太阳真的好晒啊！晒哎，我们去那个商场吹空调吧，反正没有涂防晒吗？我还没有来得及买，已经用完了。Okay, 那你可以用我这个月之蜜的水银防晒霜涂一下。这个防晒霜它又能防晒又能补水，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用。涂上去会形成一层水膜，锁水保湿，不粘不腻。我基本上出来都用它，而且特别的水润清爽。怎么样，感觉？哇，真的很清爽哎！你要不这个送我吧？但是配对成功，我可以考虑送你。那好吧。走吧。魏女士，你觉得做过最感动的事？我原来在美国读书，后来为了一个女生从国外回来了。最后的话是她不得善终，不得善终。我就没有看到过小姐姐，都是阿姨。哦，是不是她？是不是她？哎，是那个吗？把那句拿下来。我喜欢你冷冷在度，面对我的小脚书。喜欢吗？哪有说一见面说喜欢的？不是我问你，他的身高你喜欢吗？喜欢。我没问你。身高很喜欢。好，你们可以先互相了解一下哦。你的右边睫毛掉了。完了，看到他表情。咋回事呢？不掉了吗？不害羞。好吧。美。平时喜欢干什么？逛街、打游戏什么的。你要？我带你，以后我可以一直带你。我荣耀王者。哇，这个好。好，说一下，可以顺便带我的姐妹。我觉得不行，我有朋友可以带你的姐妹。我只能带你。求生欲很强哦。你们见到彼此第一眼什么感觉？盛开的玫瑰花，多漂亮！哇，真的太美了。他个子很高，不用再强调了。我很喜欢个子高的。咱夸点别的吧。很帅，很帅，很帅。对，这就很真。这一段剪掉。帅，很帅。对，这一段剪掉。这段不能剪。好，如果现在手上有10颗星，你给小姐姐几颗星？9颗星吧。觉得这小姐姐挺可爱的。年龄也比较合适，身高也比较合适，然后我也比较享受这种斗嘴的感觉。说一下他哪些小缺点，就不说了吧，万一他后期看到了，那我们谈不谈得下去了？不一定会放出去哦。那我也不说，你当我傻啊？8.5分吧，但是你想信他很幽默，很幽默。接下来是我们的游戏环节，今天玩的是疯狂弹道。哎，还没开始。不是，我先试一下，看他是不是真的会弹。那就算你两个。好，我两个。来，干脆利落，不要犹豫，好吗？哦，好吓人！女生输了要接受我们的惩罚哦，用点保鲜膜装过去。对，真的吗？想跟对方继续发展的话，就转身。3、2、1。我喜欢你冷冷态度，面对我的小脚书，喜欢你说话。知道两个都转身了，我们有一个终极挑战，拥抱三。我喜欢你冷冷态度，面对我的小脚书。好弱啊！白痴啊！没什么错的，用。